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说到纽约第五大道、摩天大楼这些关键词，您脑海中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呢？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您介绍的世界著名的建筑——帝国大厦。帝国大厦是位于美国纽约市的一栋著名的摩天大厦，1931年落成，位于第五大道350号，共有102层，屋顶高度381米，尖顶高度448.7米，是美国及纽约市最著名的地标和旅游景点之一。按屋顶高度计算，它目前是美国第三高、世界第11高的摩天大楼。这里是闻名天下的帝国大厦，每天络绎不绝的行人在这里出入往来，这座大厦的存在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30年，富豪拉斯格布决意修建帝国大厦。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如此大楼只在1年零2个月之后就落成，建造过程仅用了410天，创造了世界上罕见的建造速度记录。其实拉斯格布第一次对外宣布建楼计划的时候，只是声称这幢大厦的高度接近300米，而没有把381米的高度向外如实公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富豪拉斯格布有自己的考虑。在建造帝国大厦之时，还有一座77层的克莱斯勒大厦也快要完工。拉斯格布害怕这座305米的大楼会突然改变设计，从而超过帝国大厦的高度。也许正是因为他当时的计谋，帝国大厦才得以雄居世界最高建筑的宝座长达40年之久。直到1974年，美国芝加哥的威利斯大楼落成，帝国大厦才以60米的差距屈居为世界第二位。而在今天的世界最高摩天大楼的排行榜上，排在前40位的建筑中，唯有这座帝国大厦已经拥有了80年的历史。帝国大厦的名字来源于纽约州的别称帝国州，所以英文原意呢实际上是纽约州大厦，而帝国州大厦是以英文字面意思直接翻译的译法。但是因为帝国大厦的译法已经广泛流传，所以至今仍在沿用。1931年5月1日，帝国大厦正式落成。时任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亲自按下电钮，点亮大厦灯光。而刚刚落成的帝国大厦却并不像它的建造过程那样的顺利。大厦落成之时，恰好处于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而且大厦的地址远离公共交通，这使得许多房间在1940年代之前一直处于空闲状态，因此它在早期也被戏称为空国大厦。这座建在纽约市的大厦设计简洁优雅，与以前的高层建筑极为不同。以高300多米的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为例，那种层层叠叠的古典构架被帝国大厦全新的设计理念取代。它的大理石外表全部采用笔直的线条，也去除了飞檐或其他事物的累赘。坡度平缓的尖顶使大厦看上去比实际高度还要高。可是建成初期的帝国大厦不但经受经济大萧条的打击，它的相对偏远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很少有商户选择在这里办公。在开业后的19个月里，大厦的损失已高达420万美元。更让人忧心的是，帝国大厦除了有多达30人次在此跳楼自杀以外，还有不少火灾事故的发生，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即是 B-25 撞击事件。1945年7月28日上午9点45分，有一位美国空军中校驾驶的 B-25 米切尔型轰炸机，由于当天的浓雾在空中迷失，撞向了帝国大厦北侧79层与80层。由此产生的大火将近40分钟后才被扑灭，14人在事故中遇难。尽管如此，在2天后的周一，大厦的其他楼层继续正常运作。除此之外，由于它的高度和尖顶设计，
帝国大厦每年会遭受100次以上的雷击事件，但这些并不会对大厦本身造成影响。位于86层的观景平台也长期对游人开放着，在这里可以一睹纽约这一世界名城的风采。帝国大厦的不幸随着经济的复苏慢慢成为了过去，现在帝国大厦的写字间是商家们争相租用的办公场所。因为把办公室选在这里，一来可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可信度，二来也显示自身有相当的实力。这位是帝国大厦所有者安东尼·马尔金，在2009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让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却又敬佩万分。纽约市最令人向往的帝国大厦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如今它即将在另一个领域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标志性建筑现在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09年4月起，一项耗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改造项目紧锣密鼓地动工了。虽然改造的成本预算高达2000万美元，但可使大厦能耗每年节省4400万美元。这一翻修举措可以使得身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的纽约城减轻一些负担。目前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高摩天大楼是位于阿联酋迪拜的总高828米的迪拜塔，后来改名为哈利法塔，目前成为当地重要的地标性建筑。从建成至今，帝国大厦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名人到访，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英国伊丽莎白2世女王、前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等等都曾经到过这里。大厦的顶层也一直是诸多影视作品取景的地方，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金刚》和《西雅图不眠夜》等经典的电影。目前帝国大厦已经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评价为现代世界7大工程奇迹之一。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这是一个诞生在村头田间的地方小戏，后来却非常擅长演绎近代都市的风情。这是一个成长于上海滩的剧种，他用地地道道的上海腔调扮演了大量的经典西方文艺作品，这是中国戏曲中的一朵奇葩。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沪剧。